台南新市区农会举办的毛豆节商业文化活动，进行上精彩的毛豆公主和毛豆王子双臂决赛。经过非常激烈的竞争，选出王丽蓉得到毛豆公主，朱家成得到毛豆王子，由其中两千人亲自颁奖。透过镜头来看今年的毛豆公主和毛豆王子精彩的表现。因为毛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脂质、维生素 A、B、C 及许多矿物质。有一句话说，日本毛豆最高品质来自于台湾新市。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人对我们新市农会的毛豆热爱度有多高了。如果我们顺利当选毛豆王子，我将积极协助农会，让国人吃到外销的顶级毛豆，会用我亲身的经验与族人分享，创作出更多的原住民毛豆料理，类似毛豆炒山猪肉、毛豆竹筒饭。因为我虽然个子小，但我志气高，却就像这个一颗小小的毛豆，却有大大的功效。毛豆它的营养成分价值很高，可以代谢脂肪，降低胆固醇和高血压。它还可以研发出各种不同的产品哦，像是今年新市农会所推出的极品毛豆仁和有着淡淡芋头香气的极品茶豆仁，让大家可以带回家自制最天然香浓的豆奶，还有毛豆香松，让你拌着白饭吃越香甜。另外，我们的毛豆青酱和红酱，低热量、低盐分，让你沾酱沾的安心又健康。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那你绝对不能错过我们的毛豆沾拌酱，微辣的口感和毛豆的浓醇香气，保证让你一口接一口，撸夹撸下去。